在心脏的下缘，下缘疼，干一个东西胀过去，胀到心脏的下缘，原来那个饮食啊，被胀气爆炸一下，干胀过来啊，也就是说，光饮食的一个碎渣啊，碎片它的力量就非常大，光这个碎片都力量非常大啊，非常大的。碎片飞过来，撞到心脏上面，嘣，一下子撞了痛了一下，原来是外星人把陨石的碎片给撞掉了，撞掉了，也就是说，那个作用力非常大作用力非常大是这么一个情况，好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